唔該，即係廿千入面嘅，即係好似啊，姐姐食啲礦礦，即係我。好，累不累啊？不會啊，我也想要繼續玩。不要玩啊！要玩什麼？想要玩荡秋千。荡秋千？这边哪有荡秋千啊？荡秋千啊？啊？这样好啊。一二三，因一个烧烤足幸福的，互人足新鲜的。嗯，真的。我快一下车班。还个半点真够呛呢。妈妈，是不是要等很久啊？不会很久啦。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星星啊，你看天上好多星星，对不对？啊哈，叔叔问你哦，你知不知道秋天的星座有哪些啊？不知道哎。叔叔告诉你哦，有仙女座，还有飞马座。你看，上面有那个四方形的亮亮的，那就是仙女座还有飞马座，他们结合起来的星座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大学生，阿锦那边有。啊！叫你卖老三，你是听无呢啦？啊！你是无甲讲，我即阵是要走一道啦。无啦！你真阿个。阿杰，天哪，叔叔！吓死我了，幸好你没事。啊，你放心，为了保护好，以后叔叔会更加小心。干嘛天呐？对哇，都好一上车就困去。我刚才一路有你个爱，你才会当困个遐尼安心。哎，对哇，老崔那老高已经甲头拢是，你今天啥个唔感冒？这表示好好伫我背上睡得很安稳啊。我是妹啦，你酒我啉过。提炼的星星，让你追，让你跟。明仔载的天气应该真好。其实，拄我脚车对你弄过来时阵，唔若好好惊，我感觉。我比好好过较惊，虽然讲才几秒钟而已。
往我的心中，我差一过拢要跳出来啊！我过人都无法度喘气，我真是足惊，我足惊失去你。你别惊，我无代志啊，我将咪好好徛在你边啊。虽然你现在站在我面头前，但是我还是很怕，我很怕这一切只剩自己在那边吧。唐真，你帮我的手是不是很温暖的？这不是在寒冰，这是真的，你别白想好不好？敢知影？迄台车向阳弄过来的时阵，我嘛叫小可保住活命。也毋过我想到你较好，我突然间有求生意志。我甲我家己讲，我绝对袂当死，我一定要好好活了。我可以保护你较好，你可需要我。永贞，唔该，恁需要我，我更加需要恁，因为有你个好好，让我的人生重新开始有意义，我重新阁体会到一家人迄种幸福的滋味，我要好好珍惜这种滋味，我无想要放弃，你相信我。